前咧就收到好多朋友嘅 message 啦，就問我點樣去修呢一個下半身嘅線條，同埋改善一個下半身肥胖嘅情況嘅。因為之前咧我就拍緊一套劇《18年後的殺人告白》，咁喺劇中咧我就需要成日都著短褲啦，成日都要著短裙嘅。所以之前咧我就真係花咗少少時間啦，去做一啲運動，同埋配合一啲可能飲品啦，同埋一個修身嘅 cream 嚟令到自己嘅下半身可以腳部的線條啦，同埋呢一個腰部的線條就比較靚啲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會 show 一啲動作啦，同埋一啲產品嘅介紹俾大家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改善呢一個下半身嘅肥胖。咁呢一組動作啦，同埋呢一啲產品咧，就適合一啲可能容易水腫啦，同埋長期都坐喺 office 比較喐動嘅朋友，又或者喺生理期間咧就比較容易有水腫嘅朋友嘅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咁如果做咗好多運動，想要自己嘅身體線條再明顯啲嘅話咧，咁呢一個 Puff X Step 4咧可以點幫到你呢？佢咧就有呢一個專利嘅配方，嚟自法國嘅專利配方 Elemreal。咁呢一個配方咧就係結合多種嘅呢一個草本精華啦，咁啊可以幫你排走身體多餘嘅辣同埋呢一個水分嘅。咁除咗 Elemreal 之外咧，入邊仲有呢一個巴西香可可啦，同埋呢一個 L 瓜氨酸嘅，呢兩種成分咧就可以幫你提高呢一個新陳代謝啦，同埋加速呢一個血液循環嘅。咁如果你想更加針對性嘅去解決呢一個下半身嘅脂肪嘅問題嘅話，咁就可以試一試呢一支 Step 負一啦。咁佢入邊咧就有呢一個咖啡因啦、七葉素啦，同埋有呢一個花根嘅萃取物嘅。咁佢可以幫你加強呢一個脂肪嘅代謝啦，去燃燒脂肪。咁我建議咧，大家就可能可以喺做運動之前就搽咗呢一支 Step 負一，又或者可能係我嘅情況之下，我就會喺翻工之前啦，就會搽呢一支 Step 負一，咁就可以加強呢一個脂肪嘅燃燒啦，同埋呢一個代謝率嘅。咁佢入邊咧其實就係咁樣樣，你打開咗之後咧，佢可以扭去呢一個on嘅位置啦，咁呢度係on啦，跟住擠咗出嚟之後咧，就可以用呢一個碌碌去加速呢一個循環嘅。咁頭先就講咗咧 ，Step 負一咧就幫你改善呢一個水腫嘅問題啦，同埋幫你針對呢一個頑固嘅脂肪嘅。咁如果咧你成功瘦咗落嚟之後，你都唔想自己嘅皮膚係軟淋淋，又或者掉曬唔緊緻嘅，所以咧呢個時候就要喺夜晚咧就搽呢一支 Step Zero 啦。咁 Step Zero 有啲咩成分呢？就有呢一個金雀兒黃酮啦，有石榴酸啦，同埋乳木果油。咁呢三種成分可以點樣幫到你呢？佢就可以幫你增加呢一個抗氧化啦，即係令到皮膚咧就後生啲嘅、年輕啲嘅，有呢一個少女嘅皮膚啊。同埋咧可以幫你做到呢一個緊緻啦，令到皮膚唔好鬆弛啦，同埋咧令到皮膚更加滑嘅。所以咧搽咗呢一支 Step Zero 嘅話咧，就感覺好似搽咗 lotion， 咁皮膚就會更加滑同埋緊緻靚啲嘅。咁 Step Zero 可以喺咩時候搽啦？就喺每一晚沖完涼之後就搽呢一支 Step Zero 喺你需要去改善嘅位置就得噶啦。咁如果想要加強呢一個腰部嘅線條嘅話咧，大家可以就搽咗呢一個 Step 負一之後啦，就試一試呢一組嘅動作。咁而我平時咧可能就會做呢一個。咁下半身咧就維持冇用嘅，只能夠上半身。如果你 feel 到咧呢度有少少拉扯，同埋呢一度有少少拉扯同埋攰嘅話，咁就啱嘅，表示咧你自己就用緊嗰度嘅肌肉啦。咁你就可以做15次。咁每一次儘量咧開耐少少嘅。咁呢度咧就可以令到腰部嘅線條更加緊身，同埋有時你都會用到前面呢一度嘅肌肉嘅。跟住落嚟呢一種動作咧，其實係喺我以前啱啱參選選美嘅時候咧就開始做啦。咁嗰陣時咧，我就因為需要表演啦，就做呢一個芭蕾舞嘅表演嘅。咁嗰陣時就特登去上堂，咁芭蕾舞老師咧就教咗我呢一種動作，就話可以收到下半身嘅線條。咁我到今時今日都仲做緊嘅，而家就 show 俾大家睇啦。咁其實好簡單嘅，你只需要咧有嘢你可以捏住，即係你可以頂住啦，跟住之後咧就向上提。咁呢個時候咧腳尖咧，我覺得你需要維持住一個尖嘅動作開出去出邊嘅，咁你就會 feel 到呢啲位咧就
有少少苦，有少少酸，咁啊表示你用緊呢一個大髀呢度嘅腋部嘅呢一個肌肉力嘅運動。而我每一次做嘅時候咧，我就會稍微 hold 一 hold 嘅。你可以 feel 到咧，如果你 point 直嘅話咧，係會再更加攰啲嘅。咁如果想加強呢一個燃燒脂肪呢度燃燒呢度嘅脂肪嘅話咧，其實又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嘅，要彈翻一支step 五一嘅話，就會更加快收到呢一度嘅線條嘅。而大髀內側咧，亦都好簡單，亦都係好似頭先咁嘅動作咁，亦都係 pointing， 跟住收埋 hold 一 hold， 你會 feel 到呢啲韻力感嘅。咁每一次都係一樣啦，做15次，你可以做3組或者4組啦，都視乎翻你自己嘅時間。另一個咧，女仔都好想改善嘅位置咧，就係呢一個 pat pat 嘅位置啦。因為長期都坐喺度，覺得好似pat pat好闊，跟住著一啲緊身裙啦，有啲短褲都好似唔係太好睇，咁好似零舍大咁。咁而家呢一個動作咧，就可以令到呢一個 pat pat 嘅線條靚啲嘅。咁亦都好簡單，都係頭先你開始揾個位可以挨住啦，跟住咧就將只腳稍微提高，跟住就伸出去。一樣都是要 hold 一 hold， 你會 feel 到咧呢個位咧係會比較攰啲嘅，咁就表示咧你用緊嗰度嘅肌肉啦。咁同樣都係咧做15次啦，跟住分3-4組嚟做都 OK 嘅。除了頭先分享了4組的呢一個加強身體下半身線條的呢一個動作之外咧，其實你都可以做一個星期可能2-3次的呢一個帶氧運動。但我就會建議大家就不需要真的跑得很勁，因為如果跑得太勁的話，可能小腿的線條就會變得很粗啦，或者大髀變得很粗嘅。所以我自己咧就會做一個太空肌啦，或者係跑步機嘅。咁希望咧呢一啲貼士可以幫到大家瘦到呢一個下半身嘅。我每一次用跑步機的時候咧，我都是用快步行嘅，咁我就不會跑得太快，因為我不想自己的小腿太過結實，或者太大嚿的肌肉嘅，所以我都是會用快步行。咁每一次行的時候咧，都記住一定要收腹嘅。咁呢一個 step one 咧，係可以點咁咧，就攞一大杯水啦，跟住之後咧。三個鐘頭之後咧，就會睇到呢一個排水嘅系統啦，即係可以幫你排水啦。所以你可以沖咗一大杯之後咧，就放喺 office 慢慢飲啦，又或者一次過用差唔多400ml嘅呢一個水沖泡嚟即時飲就都得嘅。